的艺人戴祖雄，因为在节目上秀出他傲人的子弹腹肌，被封为新一代的同志天才。而今天戴祖雄也大方分享，靠着深蹲跟爬山，简单两招也能练出好身材。八块子弹腹肌，古铜色健美身材，28岁的艺人戴祖雄展现英姿，躺着秀让女粉丝口水直流。来自马来西亚的他，当过演员、模特和运动营养师，更因为他的帅气外形，5年内就拍了上100部广告，被网络票选为同志天才。在镜头前公开他的健身秘诀。子弹肌的部分哈，它其实是我们的前锯肌，就是我们有用到核心力量驱动。腹肌如果收紧的话，其实更容易协助我们做这个爬山的动作。靠着爬山练出傲人的八块肌，还利用深蹲训练腿部线条。我们深蹲，然后往上站的时候，它其实跟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每一步都的那个阶段是一样。1、2、3。爬山健身，四处爬爬照。戴祖雄喜欢随身携带自拍神器，随时秀出自我。我脸是比较小的，那我就会自拍的时候可能就会拍左脸比较多。那角度的话呢，因为由上往下的话，拍起来脸会比较小，所以这个是抄袭很多自拍美眉的一些方法。好身材和脸蛋替演艺事业大大加分。戴祖雄计划砸下500万在马来西亚置产，一般的就是算饭店式管理的单位这样子。希望更多的活动厂商可以找我，那我就有资本可以在台湾置产。就看房价能不能快快回跌，让戴祖雄有机会多留在台湾，常常和粉丝见面。东森财经新闻，江松、沈玉腾台报道。